日前光临香港的布氏鲸被发现浮尸西贡对开海面后，鲸鱼尸体由等船拖往兰宜水库西坝进行解剖。继礼拜二香港海洋保育基金表示初步解剖和取样工作已经完成后，礼拜三早上十点左右，食物环境卫生署安排车辆到万宜水库西坝，将鲸鱼尸体逐件运走。